你知道眨一眨眼就花掉17万的感觉吗？这一次贫困真的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2017维密秀已公布在上海举办的消息，门票就一路翻炒到了想都不敢想的17万呢！不愧是堪称时尚界春晚的维密秀，真真是从门票就吊起人十足的胃口。维密是全球模特挤破头都想上的大秀，毕竟全球身价最高的10位模特都曾登上过维密的 T 台，而今年除6位已确定的国产超模，还有1位幸运儿，就是从综艺天使之路选出的冠军。然而引万千少女尖叫的维多利亚的秘密其实是个大男人开的，而且人家老婆也不叫维多利亚。维密的诞生是为了让男士能不羞羞的为自己的妻子选购内衣。1995年到2017年，维密大秀经历了一系列岁月的变迁，80年代女帝麦当娜的内衣外穿，90年代的派对文化，可以说是时代送给维密的一份大礼了。99年让天使们首次背上了炫目的天使翅膀，得到的反响好的让维密自己都炸舌呀，吸引了上100万人观看，导致网络直接崩盘。此后维密保持了这个创意，每届都会有模特佩戴属于自己的专属翅膀登上 T 台。注意哦，所有走秀天使中只有大约1/3的天使能带上翅膀，但凡能带上翅膀的可都是王者段位的超模，这就是官方该戳的身份象征呀。除了专属翅膀这个看点，每年的 Fantasy Bra 梦幻内衣也是一大噱头。前几年维密曾推出过史上最贵的 Fantasy Bra， 价值1500万美刀，感觉都看鸡眼都能值回票价呀。不过姑娘们可别被这些天价内衣吓跑了，其实普通款内衣只有300-400软妹币价格，还是很亲民的。当然如果你以为维多利亚的秘密只生产内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维密旗下还有化妆品、泳装、香水等配套产品，现在就让鹏鹏种草机带领大家看看维密除了内衣还有什么值得购买的好宝贝吧。维多利亚的秘密 Bombshell 系列香水，这款香水是维密专为2017上海大秀限量发行的，是维密对这座性感之都的诠释。包装吸睛讨喜，带着相当有维密特色的小翅膀，颜值满分呐！酸酸甜甜的花果香气，甜而不腻，带出一些俏皮的性感，散发出妩媚动人的气息，小女人感觉立马瘦出来，相当容易上瘾哦。据说此香味也是维密天使 Candice 堂堂的最爱款，今年大秀的后台同款哦。维多利亚的秘密香氛身体乳身体保护系列，维密的内衣款式让人眼花缭乱，就连身体乳都有好几种系列，10几种味道呢，真是对选择困难太不友好了，随随便便就种草好几款哦。维密家润体乳质地都比较清爽，细细的乳液质地涂抹起来方便又很轻松，抹匀全身也不会觉得又慢又累，香味很高级又十分持久，洗完澡香香的抹上一层，整个房间都是花花世界 SPA 级的享受哦。第二天起床围绕着淡淡的清香，自带体香 feel 呢。维多利亚秘密新款 The After House Set Pajama Seat 睡衣，维密的内衣颜值是出了名的高，睡衣也是一点不能错过的一款宝贝哦，颜值超高，穿上妥妥小公主 style， 简直不想脱呀。面料无论是冰丝还是纯棉的都软软滑滑，十分好穿，软糯亲肤哦。重点是作为一件睡衣版型还很好，舒适的同时还能勾勒出女人独有的线条，无论是和闺蜜开睡衣趴还是在家和老公享受二人时光，都是魅力满分，走不了台也可以在家做自己的天使哦。看完这部案例是不是感觉接地气多了？维密的秀是一场视觉盛宴，我们看得见摸不着，而口碑单品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实在的身体享受，人人可以享用哦。